师傅吗？对啊。哎、欸，我 S， 我记得有一次啊，就是你跟我说你要回家。对啊，回家。然后结果你是回到万荣那边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现在住啊。可是我记得你不是应该是高雄人吗？对啊，我是高雄人。OK， 可是我意思是说。高雄人不是应该你的家应该在高雄吗？因为我其实是台北人，然后我觉得家跟住处应该不太一样吧。家对你的定义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其实我觉得家啊，就不一定要是一栋房子或是一个空间一个房间。其实我觉得家主要是让你心灵有归属感，心灵得到依靠的地方就可以称之为家。所以如果你的心够强的话，够强壮去应付一堆事情。那你自己也可以当家，一个人也可以。对对对，这是意思。哇，哎、欸，这两个都建筑系的。嗯，好，那我们欢迎下一首由建筑系的两位基佬说，看看我们，看看他们是如何共筑他们的爱巢。好甜蜜哦。对，我们是这个哦。这个误会大了，这个误会大了。这边有认识我的吗？像我终于有人可以帮我录影了，我现在他没有人在来。我先介绍一下，我是王耀庭，然后我是林瑞迪，一样都是四建组二的。然后我们今天要表演的是 Gabriel Hartling 的《痛》，对，谢谢。Cause they say, call the spirit, your heart is saying, strong.
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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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.